经过一番优化之后，掌机玩这个刺客信条运营店总算是可以说勉强运行了。这边是网上下载的这个 ANI 参数，同时开启这个 AMD 对话参数的话，我评论区会放出，也会给出整套设置好的参数。我这边掌机设置是 720p， 然后是 70% 渲染，特效的话抗锯齿开高，环境贴图的话角色环境贴中，其他都是关闭。 ANI 优化参数的话，它会关闭一些小的特效和效果，增加这个帧数。2077更新这个 1.5 补丁之后，从30几帧转眼可以增强到45帧左右，最后硬零店到时候也更新这个 AMD 这个 FSR 功能，开了之后就能提高锐度，这样百分比渲染可以开得更大一点。这个游戏其实是英特尔的弱势项目， AMD 的话跑这个游戏会更好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了，有什么游戏要测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艾登法环的话我这边也会持续关注啊，之后也会更新测试。就是这样啊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
twice today.